都交给我们的县议会的刘秘书长。好，那也恳请秘书长可以把这个意见转达给我们现在的议会。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县市长候选人都可以给我们这样打一个大大的勾勾。这个勾勾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他们面对整个新竹县市的民生饮用水议题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积极面对的。好，就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目前的情况是只有这个徐候选人参选需求。但是呢，那比较惭愧的是，好，我们新竹市的市长候选人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联署。我们希望人跟农作物都要喝干净的水。第一是我们的自来水呢，这个应该要干净。第二是新竹县的自来水普及率太低了，我们现在是全岛的倒数第六名。我们要喝干净水。我们要喝干净水。要选县长。要选县长。要选市长。要选市长。具体承诺。具体承诺。先把头前心弄干净。先把头前心弄干净。